谢老师啊。对初学者来说，学习化妆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初学者学习化妆最大的难度，我觉得应该就是担心东啊，担心西啊，顾忌东顾忌西，就是他会有很多担心被批评，然后害怕自己画不好会被人家笑，被取笑，或者是呢怕自己画错了会很奇怪，然后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有好多好多好多的害怕。我觉得初学者化妆呢，应该是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太多。就算你画坏了，就算你画歪了，画得丑了，其实也没关系，被笑又怎么样？因为呢，你被指点，你被批评，那才有进步的机会。你被你出错了，才有进步的空间。如果你一开始就做得很完美，那我觉得你可能就停在某一种水平上面，然后呢就不会再进步了。可是就是因为你会被批评，然后你会被朋友有一些讨论，我觉得这些都声音都是让你自己不断进步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初学者不要害怕色彩，也不要害怕尝试任何新的技术、新的颜色，都应该让自己有在生命当中去体验它的机会。这才是初学者化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态度。新加坡和台湾的气候啊，还有我们的皮肤的素质可能有点不一样。那么新加坡女生在化妆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新加坡女生化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重视的是整体妆容的清爽度，还有给人家一种清新的感觉。越热的地方，我觉得妆容应该要越清新，才会让人家有一种像那种清凉的感觉，或者是比较舒畅的感觉。这种的妆容的营造呢，其实诀窍就在于我们的化妆是要用最少量的化妆品去打造出你最完整的妆容。怎么说呢？因为少量的化妆品在脸上不会造成负担，然后呢也不会让肌肤闷住，然后即使你出油了脱妆了，也比较不容易被发现。那再来清淡的妆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讨好的，或者是比较容易在生活当中去呈现的。清淡的妆容任何年纪都适合。那尤其是新加坡的女生，我们在使用底妆的时候，尽可能的可以把你的粉量降低，因为粉量降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更多皮肤那个真实的光泽。那有光的脸看起来就会是清透，然后又立体的。所以不要有浓妆的迷思。然后我不晓得新加坡女生，应该说戴假睫毛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现在亚洲女生很疯狂的这个潮流。那也不要去刻意的选择过于厚重的睫毛。我觉得如果你的本身的睫毛条件够，你可以用一些睫毛膏来加强你本身睫毛的浓度啊，或者是卷翘度，不一定要过分的依赖假睫毛。我觉得这也是在让眼妆清爽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底妆然后眼妆的那个清透感如果表现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适合在比较热带地方的女生化妆的一个参考。谢老师，在下半年秋冬季整个彩妆的流行趋势是什么呢？其实现在的化妆流行趋势虽然有分季节，可是那个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然后现在流行的东西通常可以用很久，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很多都是比较自然的妆容，那这些自然的妆容基本上都是不太退流行。但是如果你讲在下半年的话，你会发现延续了春夏那种高显色，然后呢荧光色调的那些眼妆或唇色啊，其实到了秋冬的时候它还会有，只是它的颜色的浓度变深了。比如说夏天的浅绿色，到了秋冬它会变得比较有像是被大地咖啡色系包覆的那种比较浓郁的绿色调。然后呢咖啡色系也会很流行，但是会更多的是比较偏向酒红或者是砖色调的那种大地色系，会比较暖比较浓，而且呢都会更具有这个光泽性。因为我觉得在色彩当中有添加光线的成分，是让女生更容易顺上手，然后更不容易出错的一个
效果，所以秋冬的这些啊，不管从腮红、眼影啊，那些光泽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那其实光也是让我们的啊妆容更立体的一个关键，所以到了秋冬也会有很多发光的眼影啊，或者是发光的腮红，让你的皮肤跟色彩跟光之间呢有很多的这个互动。那完妆之后的那个整体的妆容就会更加的灵活，嗯。三个产品，你会选择哪三样？哪三样？底妆，然后睫毛膏、口红。毕竟，十几年前，十七八年前，男生在柜台卖化妆品，对很多人来讲是拍照超显色，然后舞台效果超好的。哦，还有假睫毛，Make Up For假睫毛。嗨，大家好，我是小凯老师。想听到关于我更多的美容精彩分享吗？请点击以下的网址，就可以得到更多资讯喽。